深夜四点来看看能抢到几只变异。首先第一只景木案沈更打完，接着到其他地方找找。第二只枕水隐胡道元。第三只还是景木案。早上六点又刷在了化生寺，看看谁能抢得到。抢不到也没事，利用月光飞到武装观。第四只鬼金羊赵百高。第五只威月燕侯太乙。第六只新月狐苏元。第七只还是新月狐。第八只积水豹杨真。第九只异火蛇王娇。第十只还是异火蛇。杀星期间也是遇到了放夜叉的支线，并且还放了出来，那就来看看自己放的质量怎么样。首先第一只画魂，连续两只画魂。好的，第三只龙龟，先看第一波的召唤。开局一黄还不错，接着还有第二波。最终出了两黄，给些六七十的装备。接着第二次夜叉支线，毕竟晚上没事只能捉鬼了。好的，第二只龙龟。开局同样一黄。最终还是一黄，既然捉着鬼的，那就来看一百只十轮都给些什么。首先是第一轮大鬼，给朱雀十七万。第二轮小鬼，麒麟武器十一万。这次遇到了便衣马面，看看给不给大五宝。全是不超过两万的小东西。接着第三轮，萧直接扔。第四轮，全是暗器。第五轮，空车。第六轮，另外都看到这了，也别忘了点点赞哦，铁汁。七十项链八万。第七轮，炼妖石种子朱雀石，共计二十七万。第八轮，这次给了两件七十的，一共十九万。